很深的感触哈，就是其实跨年就是很开心，因为今年的一整年就是结束了嘛，然后都会回想说今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就是有能力或是有这个环境可以享受这个节日的时候，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他可能还在烦恼他的生活要怎么办，或是他下一步要该怎么走。所以这首歌我要送给那些就算是过年过节还是在外面流浪的或是拾荒的老人，拾荒地图。谢谢。